我是心雨，欢迎大家观看我们爱家。今天为大家分享的体式是一组战士一的练习。战士一在体式中算是比较难的体式，请跟随我一起练习。需要用到两块腹肌砖，分别放于我们体式中的两个位置，请跟随我进入。先踩在我们的前方脚的位置的砖上，吸气，延展背部，保持重心在砖上，呼气向后撤一腿。最好旁边有辅助墙，可以让我们辅助到，让脚后跟呢去踩在我们的砖上面。之后屈膝，小腿的胫骨后侧的肌肉向前推，胫骨向后，让我们的脚的内侧更多的向下压。绑上了之后呢，慢慢的将膝盖向上去提，伸直前侧的双腿，打在原上提。伸手由前向上举过头顶，眼睛看向手指的方向，呼气屈膝向下，保持骨盆平行。后侧腿再次向后拉伸，用力的去伸直，只要感觉到伸直后侧腿，您的稳定度就会加深。好，呼气，扭下手臂，伸直双腿，将脚向前一步，退回。之后我们再做反方向练习即可。Namaste， 谢谢大家，期待我们下节课再见。